襄阳到上海南的这个快车，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情况。这一下子感觉回到了1990年代，感觉回到了90年代啊！这边看看这边的设备，设备还是不错的。垃圾桶，这两节之间就这样，这边是出口，开门，禁止携带危险品。这跟90年代我坐的车差不多啊，烟灰缸啊，吸烟的地方还有。这边刚才有人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设备。水槽出水还是不错的，里面还有这个灭火器，这门看着也比较旧。这块，哎呀，感觉很旧的，很破的。不过有被子已经很不错了。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床铺啊，床铺的情况。三层，下铺、中铺、上铺。看挺干净的。快眯瞪一会儿，你半夜可以多睡，睡上一宿，第二天就到这个大上海了。有点脏啊，感觉在这个节儿的地方可以声音大一点，不是公共场合啊，你在那个卧铺间儿声音太大了，把人吓住了。再远看一下，还可以，就有位子已经很不错了，有个地方睡，第二天就到了。真跟是1990年代差不多，90年代从襄阳到西安坐的这种车，当时通常情况下就是坐的是这个位子啊，或者是无座。